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来到本期大观战，来观战 S1 的速散啊！这张牌面的话，咒术勘探、病患加先知，这个阵容在我看来，其实打速散是有搞头的，就是如果说上来先知这个点能够拉开的话啊，是有搞头的。先知被抓呢，黑白双煞也不是说没得打，只是他们要打起来比较难。配合度比较高，而且容错率很低。上来看先知能溜多久吧，因为这套阵容就是你抓个咒术抓个勘探，我觉得穷者配合先知一只鸟都能够牵制比较久的时间，然后你抓病患们三个勾交掉，这时间也够了，就只有抓先知啊。因为现在区域选择的话呢，速散应该也不会去抓其他人，就找先知的。这里的话第一刀打中张光开技能，那这把其实还是比较难打的，因为这套阵容他的一个救人并不是特别扎实啊。救人位的话，这里待会儿要来救，应该是病患来救，病患就都不一定救得下来。说实话，因为这边还有个地下室呢。先知这边的话，看是不是飞轮，双弹先知，双弹先知，闪现捏在手上面，这边三秒钟以后摇铃，一个摇铃直接带走了，摇铃，闪现交，这个也是有点奢侈啊。也可以，也可以。这个位置的话，相对来讲比较开阔，防守起来也好防，也没有二六的一个空间。病患的话可以救，要救，说实话要救的。这个局你不救，外面的密码机被干扰，看到三台机在动，这边密码机被干扰的话，穷者更没得打。他们只能是通过救打架，然后把这个局势慢慢的拖到密码机点亮啊，拖到密码机点亮，打一刀。这里的话，一个丢伞变白。这手变白应该是人救不下来，或者说没有办法卡半救下来啊，没有办法卡半救下来，拦住拦住，三二一假动作，哎呦，这一刀不是团长的先出刀再转身吗？这波救倒是救的还算不错，但是核心问题在于什么呢？核心问题在于这里这个机子修不动了呀。应该是结束了。这波打完的话，求者咒术师全部受伤，病患啊，不对，也不能说全部直接结束了，因为毕竟咒术师和开弹员后面还能打。是这样子，病患过来救一波，因为刚刚没有过半，病患过来救一波，然后这两个人补状态，补完以后残局还能打，三人残局还能打。但是最好呢，这波病患这位置不太好，打一刀，一个摇铃要追双挡吗？摇铃看一下，哎，没摇到，病患直接带走先知。也行嘛，毕竟病患是个残血，挂飞了先知以后再来找你，这两个人状态不好，可以。机子的话，现在应该是这台修掉还差两台，机子其实差很多。讲道理，这个局是盘不动了，但是你写个剧本，其实还是能写出来，就是这边勘探员和咒术师能够溜起来，能够打起来，就是他们能打架，所以说这个可能性还会有。病患被看见了。这个位置丢伞找病患还是往外打？丢伞找病患，直接丢过来，预判走位，好，一个吸魂，再开一波吸魂拉近距离。这病患是没有办法进行交互，他只能交钩，这个钩往外飞抬，这波还是可以的。这波的话，病患这个钩交的漂亮，摸补状态是不能补的吧？这个补状态，闪现好了，这边甚至可以打一个闪现取消擦刀。看着病患的，知道病患的位置了，偷袭，好的，镜头给他病患，那这边病患应该是要没了，再交一勾，可以，这个勾交的还是比较极限的。有一说一，这把求者其实拖得蛮久的，拖到什么呢？拖到咒术师的机子都消耗了。这边一个闪现跟过来，一刀带走。勘探员的机子是不能修的，他这个位置的机子是修不了的，他这个位置一定会被干扰，因为咒术师那边密码机点亮以后，或者说看到咒术师密码机在动以后，你勘探员一定会被追着打，这勘探员一定会被追着打的，想都不用想。所以说机子还是不够啊，机子还是不够。丢伞到勘探员脸上面，而且是隔着墙来丢的，所以说勘探员都不一定看得见。一个磁铁弹蓄力刀，三二一走你，好的，飞轮没能躲掉，因为他在被吸魂状态情况下，他只能靠预判，他看不清楚真正那个速闪是在哪里的。再蓄力刀，好的，直接开波吸魂回去就可以了。
要挂上吗？挂上的话，咒术师这边可能就能把人捞下来，不过也没关系啊，捞下来这边是一个那个上挂飞，丢伞。见谁打谁就行了，其实。交个大姑，求稳一点的把这边的病患击倒挂飞啊，打得平一点的就是这边过去追着这个咒术打，但追咒术打的就有可能咒术师真把这个吃一刀把这个开大约捞下来，咒术手里面还有姑，然后呢开大约手里还有磁铁，这个打架的是有可能的啊，这个打架是有可能的，所以说这边最稳的一个方法。没办法，这套阵容就是一旦是前期第一个人倒得快了，相对来讲他们的这个真胜保平面都比较的低的，因为这个阵容是一个要前期溜起来然后中后期打架来真胜的一个阵容，就是他们的容错率比较低啊，要靠打架赢的，而且这两个点呢打架说实话打一个速闪还挺难打的，还挺难打的，这边的话要争一个四蓄力刀三，哎，看下来的话，现在就是区域选择加上来以后，速闪感觉要比以前好打了，要比以前好打了，因为他开局的第一波闪就非常的有指向性，或者说他有的时候就是排点排到了，就往最难的点这边去那个刷的话。找到这边的一个最想抓的人，整个开局就会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是正常击倒我就不会输，然后呢防守防到位我就能赢的一个局面。蓄力刀好像打不中，咒术师那边的机子差太多了，这边因为有丢伞，三二一走，好的，开吸魂再丢伞还是说直接丢伞，直接丢排位置能排得到吗？这个丢伞的一个位置预判也太准了吧，一个摇铃，好，闪现一刀带走，完成一个四抓，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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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不交闪，闪现落地，我去，帅，改了个本母线也拜拜。